必须一直看着宝宝。照顾精力充沛的孩子们是个体力活。是谁呀？米兰达。哦，你看起来很累，我们帮帮你吧。哦，太好了。别担心啦。拿着花去散步吧。Goodbye。好吧，做什么呢？嗯。亲爱的，你好脏。好的，有事情做啦。在文件夹上画轮廓，画一只青蛙，头发不会弄湿啦，眼睛也不会进水。谁是小探险家？来游泳吧。浴缸太大了，找一个小的，这个刚刚好。怎么了，宝贝？我知道了。啊哈！哇哦！现在眼睛不会进水了。你不想摘下来了吧？伊莎贝拉在打理花园，这次有一个巨大的收获。拿一片花瓣，宝宝试穿新衣服。太美了。伊莎贝拉带女孩去野餐。哦，太神奇了，看看这些花。Yes。 宝宝在灌木丛里玩。你也喜欢花，来做新衣服吧。哇哦，宝宝就像一朵花。哇哦，这裙子真好看，我也想做一件。女孩们继续享受假期。让女孩选面料，宝宝喜欢黄金。有趣的裙子，容器变成帽子，超级可爱，加上一副小眼镜，戴金色镜框，这就是小宝宝需要的。德洛丽斯带宝宝去散步。小猫，你想吃吗？太阳出来了。 Oops。 试试帽子。哦，好看。少了点什么。哇哦，加上裙子和眼镜就完美了，我的眼睛不会受伤了。小猫，你在找什么？哦，你真调皮。大家一起享受阳光。做一个忙碌板。不是这个，不，哦，纸板，完美。扭一个螺旋，像这样折叠竹穿。看看这些小零件，孩子们喜欢玩这些有趣的小玩意儿。忙碌板教孩子们认识世界。妈妈，你在干嘛？哦，你很好奇。我在读书。你想试试吗？我们不知道阅读，这里没有图片。我有个主意。妈妈带来忙碌板。哇哦，给你，喜欢吗？嗯。哇哦，真有趣，好多有趣的东西。孩子们玩耍时，妈妈可以放松一下。哈基瓦基决定帮助拉里路，用泡沫纸粘纸板，这是页面。宝宝有自己的相册，
Huggy Baggy， 看看这个。我们来填充照片。亲爱的，给孩子们拍照吧。好的，附近正好有照相馆，我带上宝宝。Bye. Goodbye. 你能帮我们拍照吗？当然，我们很擅长。去准备吧。爸爸把孩子们放在婴儿床里。就是这样，照片马上就好。太好了，咱们拍了很棒的照片。照片好了，赠送一本相册，我们很喜欢你们。哇，谢谢，太好了。快让我看看照片。哇，宝宝真可爱。拿粘土做新工艺，可以做印章。哇，烤粘土块，用丙烯酸涂印花，太感人了。孩子们的房间很乱，真调皮，需要打扫了。做好了，我来打扫。完成。亲爱的，惊喜，给宝宝印脚章吧。好主意，现在开始。我搞砸了，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OK， 看，在旁边印我的手印。哇，下面就可以印女儿的脚了。耶，到孩子们了。好看，放在最显眼的位置。用运动面料做舒适的吊带。将织物穿过环，过一会儿，好了，现在可以轻松地抱孩子，很棒的散步，我们在等你，这是礼物，我们买了一些，送给妈妈的礼物，美丽的吊带，哦，我正好需要，谢谢，很高兴帮忙。用纸板做半月，另一个，哇，将纸板条染成蓝色，组装床，塑料盖有用啦，做床架，添加人造毛皮毯子，在这张床上睡觉很舒服。孩子们玩得很开心。哦，天黑了，睡觉吧，还不累吗？该睡觉了。马上回来，我去拿瓶子。他一转身，一个宝宝逃走了。你真快。我们回去睡觉好吗？ No. 哦不，小妹妹们也跑了，但爸爸不放弃。好多了，我给你们盖毯子。晚安，小捣蛋鬼。用透明部件做奶瓶。每个都有盖子，电线用来做奶嘴，用贴纸装饰，花、心和星星。午餐时间，妈妈赶在孩子们醒来前准备食物。哦，没有水果了，我忘记买了。
怎么了？你赶紧去一趟商店。啊哈。好的。爸爸带来一盒水果。谢谢你帮忙。我来做美味的冰沙。宝宝有自己的奶瓶，他们喜欢不同的口味。多亏了爸爸妈妈的帮忙，宝宝们吃饱了，很开心。